嗨，大家，我们是第一组。那我们的题目就是 values intention， 就是有时候我没有声音，就是有时候那个没有谁对谁错，只是有不一样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怎么解决？那下一页，好，那开始之前，大家先来动动脑一下。就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跨国公司的主管的话，你觉得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就是可能冲突或者是什么矛盾之类的。三秒，三二一，好，大家都想到了，很棒，下一个。然后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是要讲说，就是如果今天有要定义，就是两间不同国家的公司啊，他们之间的一些伦理道德的标准的时候，那今天不同国家可能就会有就是不一样的法律啊，或者是不一样的工作态度的文化，或者是不一样的一些司法的程序。那这种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就是比如说今天日本人他们喜欢在刚认识彼此或者是要去接客户的时候，然后送你一个礼物，可是西方人就会觉得这样是贿赂，我们觉得这样不行。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做？这样子，好，下一页。好，那刚刚那都是小事。那如果说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你去的那个国家，它的伦理道德的标准，你认为它低于你的家乡的伦理道德标准的时候，怎么办？就是比如说，印度人他们可以接受公务人员之间的贿赂，那可是台湾应该是不太能接受吧？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那所以就会有两种。就衍生出了两种就是选择，就是在过去有两种，一种叫做文化的相对的那种主义，那另外一种就是绝对的主义。那文化相对主义就是在讲说没有谁对谁错，就是印度人喜欢贿赂不代表我们今天台湾人不贿赂，我们的工作效率或态度就会比他们好，那也不代表他们会比我们差。但是如果今天就是这样听起来还就是互相尊重嘛，但是今天如果说遇到的问题是不是这种小贿赂的事情而已的话，怎么办？比如说今天如果说我们就是那间公司，它是可以接受你让员工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甚至可能有毒的环境下面工作的时候，这样我们也是要尊重他们嘛，也是要觉得他们没有不对嘛。那这就是可以显现出就是到相对主义的问题。那在绝对主义的问题的时候，绝对主义的时候，就是在讲说我就是我们国家就是对的，就是我不管你了，我就是对的这样子。那这样当然相对来讲也会衍生很多问题，比如说今天西方国家他们的在男女性别上面他们可能比较开放，但如果说你去阿拉伯世界，然后跟他们做一些员工的培训，然后讲到了他们在西方国家比较开放的想法的时候，那他们当然就会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件事情，那也会衍生出很多问题。那会有这样的状况，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目前在国际上面并没有一个就是统一的伦理道德标准的准则，这样。好，所以那在接下来，当跨国的经纪人在面对这个相对主义跟绝对主义这两个极端下，是要怎么来做一个平衡取舍？那这个文章就给了三个准则。那第一个准则就是，他要必须要把人当做，就是要把人的核心价值彰显，不是把人当做一个工具来看。然后他会要发展出一套自己的道德底线，就是他要掌握这个原则。那关于这个人的核心价值的部分之后，同学会介绍。那有了这个原则之后，他在面对各个不同的文化下，他可以在只要他的准则在，然后他可以游走在比较灰色的地带这样子。那会给跨国的经纪人有比较多的自由来发挥。那第三个部分，第三个准则就是指说他在决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必须要把在当地的环境现况要考量进去。像文章里面有提到，他在美国的联合碳化物公司，他在印度发展那个工厂，可是他并没有，他把他精密的设备放在印度，他并没有考虑到说印度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环境还有他们技术水平，并没有达到可以操作他们那些设备的水平，所以到那时候就发生了一个氰化物外泄的事件，然后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必须要把当地的环境的现况，还有他们的文化水平，然后经济水平、技术水平都考虑进去。那以上这三个是这个文章所提供的准则。那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你必须要尊重各个不同的文化，这样子。那接下来由下一位同学。好，嗨，大家。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就是作者在这边 paper 里面就主要要提供给我们的议题，就是何谓是普世价值。那我们在了解何谓普世价值之前，我们要先定义，就是说，到底道德的门槛究竟为何？但是要讨论这个道德门槛之间的差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牵扯到不同学派之间他们切入角度不同，所以他们会有不同的诠释方式。但没关系，但作者他在这边 paper 的时候，他有归类一个清单，就是说，西方的道德到底是什么是普世价值？那跟非西方的，那我们一一来说明，就是说，第一个非西方的，第一个他说，全部人都要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继承的义务。那第三个就是说，你必须要对你自己的渴望、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欲望做一个限制。那第四个就是说，你要救济穆斯林贫穷的人。好，那我们是做那个导读的，我就不加个人主观意识去评论它。好，那我们再看西方。那西方第一个就是个人财富的自由，那第二个就是公平正义，那第三个就是你要有政治参与性，然后第四个就是人权。好，那究竟什么是核心价值呢？那我们还是回到人身上，就是只要符合人权的，我们就是把它视为一个核心的普世价值。好，下一页。好，那个一个哲学家一个 John Rawls 他提出了一个 overlapping consensus， 他提到说，其实不管西方也好，非西方也好，其实他们的价值就是万中归一，就是唯一，就是探讨在人身上，还是要回到人身上。那他提到三个解释，第一个是我们不能，前面刚朋友提到，我们不能把人视为一个工具。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尊重人权。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跟不管是人也好，社群也好，我们必须为了共同努力、共同目标来努力。好，下一页。好，那我们在探讨人的价值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企业身上，我们要从人的价值推到企业的价值究竟为何？下一页。好，下一页。好，我们还是要对我们所有的利害关系人 stakeholder， 就是我们要我们不能把它视为达成目标的一个手段，我们必须把它视为就是能共创价值的一个好伙伴。那主要就是对员工啊、供应商啊、顾客，去跟他一起增进合作的价值。好，好了，大家 eyes contact， 不要再滑手机了。然后再就是要讲说，就是很多公司呢，他们就是会有自己的一套行为守则，但是他们都只会把这些行为守则就是贴在墙上，然后跟大家说这是我们的行为守则，但是都没有人要去遵守。好，那接下来我就讲一下这一章，就是在讲说你们不要只是把那些行为守则贴在墙上。好，下一章。好，那就是要如何创造一个就是有道德的公司企业文化呢？简单介绍一下这两家公司，首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Johnson & Johnson， 就是娇生，然后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信条挑战会议。那这个会议呢，就是主管们会被邀请到这个会议里面，然后他们会针对他们最近的业务可能有发生一些道德上面的问题，然后这些主管就会针对这些问题去做改进，然后他们的主管的想法呢就会被上层到高阶主管，那高阶主管就会根据他们的想法然后再去做改变，所以他们的公司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道德，因为他们就是很有道德。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Lockheed Martin， 它是那个美国一间航空航太制造厂，然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防工业承包商。那他们就是如何制造有道德企业文化呢？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创新的网站，就在这个网站上面呢，就是他们的员工、他们的客户还有他们的供应商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就是讲他们自己可能对公司的道德方面可能有一些抱怨啊，或者是公司哪里做不好，他们都可以上这个网站去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然后他们公司就会采纳，透过这个网站来采纳他们所有就是利害关系人的那个建议，然后来去做改善，然后所以公司就会也会越来越有道德。那为什么这两间公司可以这么有道德呢？其实就是要从他们的领导人做起。所以这张最后的总结就是，你的领导人就是你要自己，首先你要每天要告诉你的员工说，我们这个行为守则是很重要的哦，就是那个领导人自己也要去 follow 那些行为守则，因为一旦领导人他们自己不 follow 的话，那其他员工就想说，那你就只是嘴巴上说说啊，那我就也不用遵守。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只会把行为守则贴在公司的墙上，然后没有人去遵守，所以这间公司就会越来越不道德。对，所以领导人很重要。好，谢谢大家。好，这里主要谈到的就是那个其实道德跟非道德没有那么绝对。对，其实有一个道德免责区，就是可以那个经理人自己去判断。好，我们来下一页。好，那这边有谈到一个例子，就是印度跟美国的例子。然后印度就是如果你公司的职员的孩子可能可以优先进公司，不管是不是人。然后美国的话，可能就是大家机会都平等。可是你能说他是错吗？可是
在印度可能就是比较强调关系，至少对印度人来说，这个是比较就是就可以在就是可以放在 more free space， 就是可是你如果是一个白手起家人在印度，你就可能会觉得很堵拦，就是为什么人家比你废还可以进公司？好，下一页。好，然后这边主要提谈到的是，还有谈到两个 conflict， 就是一个是 relative development， 一个是 cultural tradition。然后 relative development 可以随着就是经济发展而逐渐消弭，而另外一个是比较根深蒂固的。好，来下一页。然后这边就是刚提到的，就是日本的 gift giving 的，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例子，就是 cultural tradition 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要在日本做生意，你一定要就是可能要遵守他们这种礼尚往来的一个就是约定成熟的规定嘛。对，所以就是如果你要跟他们做生意，你可能就是要想一下，就是这两个我提到的一个问题 ，manager to answer。好，下一个对。好，我来总结一下。对，这篇文章重点就是在探讨说，当你要到跨国做生意的时候，那你又面对到两个地方的道德水平不一样的时候，经理人应该怎么做？那最后他就提了五点来告诉经理人。第一个是你必须是公司的价值或是你的一些正规的道德为绝对的标准，就是你不能够因为到不一样的地方你就忽略它。好，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设计一套让供应商或顾客来参与你们设计制度的方法。下一页。好，我很想举例，但是没时间。第三个是你必须要能够允许国外的一些团体或是一些机构来帮你设定符合当地法规或是一些比较弹性的制度。那第四个方法就是你总公司必须要协助当地的，可能因为你到一个道德标准比较低的地方，所以经理人就很容易腐败。那你必须总公司必须要去协助他们减少他们腐败的可能。然后第五个就是你必须发挥你想象力去解决你道德上面的问题。好，以上，谢谢大家。好，谢谢。你们可以先回去，没关系。